由 KTSF 26台及东华医院联合制作的《聚焦东华》，由东华医院特约赞助播出。又到了聚焦东华的节目时间，换句话来讲，亦都是到了认识东华医院的时候了。今天会介绍哪个部门，有什么新资讯或者是新故事跟大家讲呢？即刻跟大家分享。有研究发现，爱的力量可以令你超越戒烟的困难。数据显示，如果有伴侣陪伴一起戒烟的话，有差不多一半的人可以成功戒烟。相反，伴侣没有一起参与的，能够成功戒烟的比例只有8%。所以，说服另一半陪你一起戒烟将会事半功倍。而尼古丁替代治疗同样都会收到理想的戒烟效果。尼古丁贴片、尼古丁喷雾、尼古丁口香糖等，通过缓慢渗透的方式对戒除尼古丁成瘾效果显著。另外，还可以尝试进行一些药物治疗，通过服药降低大脑对于尼古丁愉悦和兴奋的反应，从而抑制对尼古丁的依赖作用。电子烟亦都系个唔错嘅选择。有数据显示，电子烟喺短时期内快速戒除烟瘾确有功效，但其后嘅跟踪调查发现，复吸机会会比较高。无论选用边一种方式，你必须要清楚咁知道，戒烟系一场持久战，而成功戒除烟瘾将为你嘅健康带嚟意想不到嘅好处。而家企喺我身边咧，就系 Selina， 佢系东华医院嘅注册营养师，亦都系负责管理东华医院嘅员工食堂以及系病人嘅膳食嘅。Selina 你好，你好 ，Kathy 你好，可唔可以同我哋大家讲讲你自己嘅 background 先咧？好嘛，你嘅背景系嚟自边度啊？读乜嘢啊？咁样好嘛？我其实一大学毕业咧，就嚟咗东华医院工作，咁好快就已经过咗15年啦。咁而家你嘅日常工作系做咩咧？你嘅部门？咁我咧係負責去管理廚房啦，咁每日咧都要去確定員工嘅餐咧係即係做得安全啦，要俾病人食同埋俾員工食嚇，咁仲有咧就係去安排病人喺住院期間嘅膳食咯，咁係根據醫生嘅安排，咁同埋佢哋嘅限制，咁我哋就同廚師一齊合作，就做一個合適嘅餐俾佢哋。咁無論病人係嚟自唔同嘅文化背景啊、飲食習慣同埋國籍，我哋都去盡量我哋嘅盡我哋所能去整一個好嘅餐俾佢哋喺度食。咁即係換句話嚟講，你哋係會親自去探訪病人㗎噃？係啊，我哋每一日咧都有我哋營養部嘅同事啦，就去探訪病人。去問佢哋中意食啲咩嘢啦，都去同廚師溝通嚇，咁就盡量去滿足佢哋嘅要求嚇。頭先你講到咧，就係會根據醫生嘅指示咧，製作營養餐俾啲病人啦。咁但係你又知道有啲病人可能係食唔到嘢嘅，吞唔到嘢嘅，咁樣你哋點算？係，如果啲時候病人係食有困難啦，或者佢哋過食道阻塞，咁我哋就會因病人個別嘅病情就去計劃計算佢哋嘅營養需要，咁就去同醫生商討之後咧，就會建議一個叫做管治嘅流質嘅餐俾病人。咁其實呢個管治流質嘅食係啲咩嚟嘅咧？咁係其實等於一個拆胃喉嘅一個輸送營養俾病人，就好多時聽到人哋講話要喂營養奶啊，其實就係呢一樣嘢咯。即係直接有一啲嘅液體就輸送入去病人嘅胃裏邊。冇錯啦，係啊。非常之複雜喎，聽落都。咁我知道咧，就除咗喺呢度嗰個內部嘅工作之外咧，你哋都會有啲外展嘅工作嘅。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講講你外展工作？係，我哋咧我哋個營養部咧好積極參與社區嘅營養有關的活動，咁我哋好多時都推廣營養的知識啦。咁曾經試過喺小學裏邊咧，就教小朋友點樣健康的飲食啊，就透過遊戲就同佢哋一齊去學習嚇。咁就希望佢哋從小就去培養一個良好的飲食習慣，亦都喺社區的唔同的機構咧去舉辦健康的烹飪示範，咁就希望
將營養嘅資訊咧係同社區嘅人士分享嘅。嗯哼，咁今日非常之多謝 Selina 你接受我訪問啦。咁我嚟得員工嘅餐廳咧，就梗係要入去廚房睇下噶。但係今日試用時間關係咧，我就唔入去住啦。下次我再翻嚟入你嘅廚房睇睇好嗎？好，多謝曬你。多謝。